出击。别拍了，先吃吧。我练英雄不凡也，对面随便玩，我去反红了。可以，很骚。这么骗人家不太好吧？啊，你个落地机真的是，啊，骗人家也没骗着，结果惹了一身骚，啊，红也没粉着，打死你个骗子，嘿嘿嘿，这套路。似乎有点骚啊，关二爷，这么玩关羽的嘞？哦哦哦，骚不骚，朋友？哟，你好骚啊，朋友，你好骚哦，你这关二爷，关二爷，关二爷，哎呦我的天哪！那关羽看到这个名字就是专门玩关羽的，结果劈不着人的。他以为他四级了，然后就能杀死我了。想做什么？我给你出。关羽，你去哪了？哦，你要能勾到我呀，真的。云中军吃屎。你好骚啊，朋友！哎呦，我本来我杀不死你的，真的，我没有一技能，我杀不死你的。结果，你竟然把我给推过来。怎么路漫？怎么路漫？暗骚，保护我方，防御他。赵云中军，我真的没眼看吧，各位。都值得信赖。发起进攻，技能不全。他太骚了，我的天哪！牛逼！原来他不是骗人的，各位，他真不会玩。不，关羽，你真的是，是不是没死过呀，关羽？他头好铁不？你跑那么快干什么？你这出的是移速铭文啊！
这云中君出的是移树铭文吧？跑得好快啊！ 嘿嘿，别嘛！那么凶干什么？关羽现在换线了，哎呀，我的妈呀！挑几个菜呀？啊，几个菜呀？这么玩？哎，我天！顶你个肺呀！ An ally has been slain.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Enemy rampage. 哎，这个号我打了一天之后，队友也变奇怪了，就打了一天。 群殴之时，围殴之时，反正对面这个肯定是打不过我们的。 你这绝对是营中鸟，那个嘴巴跟鸟似的，哔哩吧啦，哔哩吧啦的，噼里啪啦，噼里啪啦的。这队友完全没想法揍他们呀！这对面射手出装好高啊！我天。 你说你玩个公孙离吧，对不对？直接出制裁，我没灵魂的呀！我方高地防御塔正在被攻击。不是，这是四个人在吵架吗？ 来了。然后嘞，朋友，哎，我的天，我是跑了，那你们是怎么死的呀？ 哎，这个号不能玩程咬金的，我发现。我总共玩了300还是400，每一把我玩程咬金，那队友都好奇怪。 又是制裁，又是梦魇的。你们不能给我！ 你们不能给我四个人一起投降吧？我方水晶正在被攻击，我方高地防御塔正在被攻击。
哎，有一个人弃权了。想吃什么？我给你做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玩个屁的游戏啊！这群队友真的连发育都不会发育。人家就想做个安安静静的美厨。我方高地防御，正在被我方守军攻下被。扛不住啊！好在这个抽抽，这一把这才一把梦魇真的扛不住我，我天哪！你还不走是吧？是吧？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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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的天哪！选择五杀了。哎。你们这群天才，零杠七、二杠七、四杠八。真的，这个号好像不能玩程咬金，各位，一玩程咬金的话。那队友都跟什么似的？为爱与正义与美食不可。我顶你个肺啊！你看我拜访 MVP， 我12.4的评分，真的。